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《命令的一切》8-3-2-3。哦，这个关卡一样，我们用这个圣达来做通关的一个示范。哦，稳定度好，速度也够快，哦，这是圣达的优点。啊，不选他要选谁？对不对？放前面，我们就先主技把那个魔力召唤弄出来啊。通常都是这样。现在就是边打边除技，边打边除技，不是雏鸟那个雏，是储存的储。 OK， 好，魔力召唤器让他出来。哦，魔力召唤出来之后，露娜跟露西法的合体的技能的话，攻击力就差很多了。本人好像忘记补血了啊！我看到骷髅头了，所以这个大圣 OP 这个由这部影片可以知道啊，忘记补血也没事。好，所以不要除技除到忘神啊，各位。OK， 再来扣血80%这一只哈，这个建议是这样好了，再开个露娜，哦 ，pass 的话可以用这一只来补个小血哈，因为它是80%嘛，我们有两回合的这个缓冲。非常好的一个这个算是新珠没有补到的现象哈，所以小弟开了一点龙科这样。哦，龙科的功能就增加我们的威力的哈，就怕没打死他。哦，算是小小的一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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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失误哈。然后这边的话弱自爆哈，队长及主动技可减低伤害，所以我们开大圣。哦，因为他们三只的防都非常高。哦，防御都非常高。这个手残嘛。人之常情，问题是可以过关哦，这奇妙的地方来了，奇妙的地方就在这边，第四关，新服饰锁定哦，锁定的，而且还会先攻，哦，10%，先攻10%。哦，因为这是 CD2， 所以我们打起来也不算是太难。
有一点湿湿，刚稍微处理了一下哦。各位等我一下哈，有件重要事要处理一下。继续回来做通关的一个测试哈，示范这样，有点耽误到。这个应该看起来是愚人节的任务哈，这个晚点我再来研究一下好了。哎呀，是真的是任务还是愚人，我就不晓得了。这边的部分的话，我们就是新珠哈，要削到哈就好了，不难，两回合啦，基本上大圣没什么压力啊，只是时间如果你要快的话，自己要掌握一下。哦，杂竹新珠都要削这样，为什么要削杂竹？因为下一关要用。要用的不是杂猪，消杂猪代表要用的就不是杂猪了哈。哦，差点没消到。重点的新猪一定要消到。
好，接下来是这个越战越强，金，哦金，我思考一下，思考一下，应该是这个顺序好了。再加上一个露娜，应该就够了。哎，封住他有没有？产生多一个 combo 的一个现象。哇靠！哈哈，差点锤死自己。他血量200多万而已啊，为什么那么痛啊？哦，不管这个，我们现在赶快做一个补救的措施哈。好，直接灌过去哦。刚刚应该是 combo 数不够啦，因为我们搭配妲己啊。现在这一关是无视控制哦，但是它攻击力不大哦，所以慢慢打就好了。就是用这一关做出击的动作啊。哦，虽然说其实第一个是我们大阵减伤打起来是没有太大压力哦。干掉，哎，下一关神族克制，忘了，攻击力提升，而且会被锁技，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是把一些符石给他救回来一下哦。做一个好，没什么差，先做一个攻击哦。这小子锤拳还真是可怕哦，可能是因为我们有神的关系啦。所以这个元婴金要留着，留着转新珠啊。
哦，记得尽量保持满血哦。啊有哎，啊有哎。斜转一下哦。哦，这个有必要，我们搭机就给它开下去了哈。因为在这边耗是太危险了，我不建议在这边耗。边，因为我们太多神了啦，三只神又被锁记忆，又被贬，所以尽快送走会最好。我、哦、第八关消状态哦，所以这个我们的路西法再开一次。这样锤是无妨啊。哦，因为主要的 CD 都除好了哈，当然打几次刚才开始没错，只不过这边也会耗一点时间，所以我们就用力打也无所谓哈。啊，百姓用力打就这么大力的哈，再大力可能比较难一点。你们听到滴滴嘟嘟的声音，你们不知道我在干嘛哈，所以只能是知道是有人传讯息给我而已哦，没有办法看到什么八卦哦。在跟他要讨论有关于这个愚人节任务的东西啊。哦，基本上我猜啦，就是假关卡真素材吧，就关卡看起来是有点唬人的啦，啊，其实是要送东西给玩家。当然，这还没看到都是猜的嘛，哦。我们会持续，哦，保持第一手的资料给大家参考。好，吃石头也会第一个进去吃给大家看的啦。哈，这个百姓常干的事，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。哦，吃石秀的目的其实不是在吃石头啊，是告诉大家怎么样不会吃石头，这个用意是不一样的哦。都我都已经吃了，你还进去吃，这个就有点的。除非我的战术是要吃石头，那就不一样。这个我们直接开机好了，好不好？有点浪费时间。哦，下一关队员会锁技哦。所以我直接先把它开开了。
很好笑，开一开好没有？啊，然后嘞，没有光足啊，转换漂亮，我喜欢，我喜欢。所以我们开个大圣加妲己，哦，一波，哦，把它带走，两只。啊，省时间这样最快了，别在这边跟他拖拖缩缩了，哦，拖拖缩缩了。这个好，哦，一颗300点哦，一颗300点哦，所以尽量把它消掉。哦，很烦哦，这个。我试着把它保留，看看可不可以等一下再消。很妙的是它就是不给消呢哦。转一转，转一转，比较保险。这个现在血量有点不太够，我不能撞。撞我会死掉。老爷，这水珠怎么少啊？是怎样啊？啊靠！好死哎，欸！我操！转一下。那个凶啊！哦，叠一下，叠一下。差点弄死自己啊！他的腐蚀真是怎样？是故意设计的，是不是？怎么在那么奇怪的位置？重点我还没得消哎！太可怕了！一次消那么多腐蚀都没办法消，这个太刺激了，想不到连大圣减伤都可以打成这样。哦，果真不是一个容易通关的关卡。靠，没有转过去。400多万，加上属性相克，应该是 OK 啦。铁雷战场，哦，这个与其在那边跟他耗，我们早不如来一个速战速决，如何？
啊，忘记开龙科，好笑。好吧 ，K。哦，哦，没有龙科也无所谓了，反正尽早处理掉是最好的。好，有人在旁边看影片，就当作没听到啊。命定的一切，八之三之二之三，哦，八之三之二之三，命定的一切，哦，这个关卡示范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